真他妈大啊！这个鲲它到底有多大呢？组队出战的时候才是真的大，平时要的技能是一二三四五六，谁说神兽没有六技能的完美连扇宝宝啊？操！其他的技能全都拿来看啊，就当五层生死诀迅敏再加狂怒啊，一点三成长，资质全都一样。还有一个大唐官府首席弟子啊，这是一个神兽的一个忠实爱好者。我也有神兽，咱俩我拿仨换你一个。这他妈大不魔，三千一百伤害的灵魔城，伤害误爆。这他妈干龙神，给龙神得他妈干飞鞭子了。好了，我们先玩几把鲲啊，兄弟们看，把十多万的啊神兽啊鲲玩成连扇的大碗哥，面对龙神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他是碎星诀套吗？刚才没注意。为了防止一回合直接杀飞，先来一小点点来，一刀九千五。一刀一万，一刀八千三，一刀八千一，开始超级神狗，嗷！超级神狗就这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给你们看一个十二万的鲲，两万的称谓，五万的特效，六千的技能啊！现在的技能别打六千，鲲，我去，帅，棒！一万三啊，没暴毙，暴毙直接飞。兄弟们，这把没表现好，下次咱再来啊。